迎收看今天的现在才知道，是今天多了新的礼拜五的主持人嘛？对，我是被临时发来的，真的假的？先试探一下这边的环境到底很多快乐，因为我看你们这一集还都蛮快乐的，还蛮快乐啊，就感觉也没干嘛，不如现在先趴下来睡一下。菜桃鬼，礼拜五节目真的都菜桃鬼。你们礼拜五的节目不是也很欢乐吗？很欢乐啊，我很累啊。为什么？旁边两个都很安静啊。你说他们两个？对，他们两个谁？哦，日本人啊，那两个。不是他们很安静吗？他们很开心，比较内敛，他们比较内敛啊，带不起来，他们有点对放不开。可是会有妹子啊，有妹子，你们不是都会发妹子吗？哦，都两个都一模一样，不会再发别的来宾啊，就永远他们两个，所以你已经腻了。你为什么要把它说出来呢？对不对？我就是要讲给制作单位听的嘛，对不对？第一趴都哇，有女生女演员，第二趴已经。所以你现在是抱怨，就是我们工作人员应该帮你发两个固定的妹子坐在你旁边。不用，其实也不用，还要不停的换好吗？要不停的换是。对哦。哎呀，早说我们就请导播解答。好，要下次注意一下啊。所以哦，那这样，到时候礼拜五你又要回去那个大游民。对啊，日本大游民啊。对啊，有点抱怨。对啊。哎呦，有点不屑啊。对。没有，你就可能他们害羞吧，他们害羞害羞。因为你才刚进去不久嘛，他们还没适应吧？应该还没适应啊。对啊。你看旁边那个追日本戴眼镜的大哥有没有？他都不讲话哎。是比较矮那个。对，比较矮那个，他都不讲话。我们这种这么。比较嗨的这种还是比较少啦。现在知道那种主持人，那种遇到那种不讲话的人都很难 Q。就是憨憨。对，都等一下，我要讲什么？他们也是主持人呐，很难。你把他们讲的跟来宾一样。太夸张了，太好笑了。对啦，所以就是刚好你们哥会来当个来宾，顺便跟我们就是对，没欢乐一下，不然每个礼拜就录礼拜五。所以是你是来这边平衡，愁眉苦脸的出去有没有？当然是要开心一点。你如果被搭配到礼拜二的话，你有可能有这样的反应。谁？卤蛋，因为卤蛋是一个比较不跟不熟人，他不知道要讲什么，他就会。卤蛋是上一次戴墨镜，戴墨镜那个，他就戴个墨镜旁边这样。卤蛋跟鸟屎我分不出来啊！好，我跟你讲，你完蛋了，你完蛋了。不是啊，你们取一样的食物，那食物不是鸟屎吗？等一下，你说鸟屎是食物，所以你吃鸟屎哦？不是，飞鼠屎我都吃过，鸟屎何况？大便呢？对呀，真的假的？鸟屎吃过了，所以屎你可以吃？可以啊。六根鸡的大便？没有，六根鸡的大便。哎，人屎就别要了，动物的我还可以接受，人太环保了，对。反正你吃的时候拉出来还是屎，没关系。不要这样，不舒服。对，还是廖哥等一下外面吃饭时间，不要这样子。那下一趴廖哥拿一个保利龙碗进来。不要这样嘛。廖哥你吃看看啊，没关系啊。好恶哦。好啦，要进行我们的那个问题。那今天的现在才知道比较特别，就是以往我们聊天完之后都会来介绍那个新游戏嘛。对。今天我们要介绍一些宅物。就是比较特殊的玩具，比较特殊是玩具啊，有可能有点类似玩具。那我问一下那个好了，比如说，鲶鱼哥，你有没有收集一些比较宅的东西？比较宅的东西哦，那直接说你有没有什么收集什么东西的？对啊，我喜欢收集小叮当。啊，真的？对啊，小叮当，你很喜欢？我从喜欢以前就喜欢啊。哦，真的？因为每次都一直幻想说，哎，他肚子里可以拿着东西，那我下次会遇到什么东西，然后就可以。幻想啊，小时候都会这样幻想。会，我小时候也好希望有一只小叮当哦。谁不想啊？真的太爽了吧。会啊，以前上课有没有那种变形金刚的那种铅笔盒？铅笔盒。还要要求妈妈说我要买小叮当的，我笔也要小叮当的，你不给我什么都不要用。那你最喜欢小叮当的什么样的道具？他什么样的道具？对，哪一个道具你最想要？以前我很迷他的书套。书套因为你说你收集的东西，对，收集的是球。不是，我是说他肚子里面的宝物，你最想要哪一个？比如说任意门啊，还是缩小灯啊，什么之类的。我觉得缩小灯还蛮屌的。是吗？对，到我们这个年纪，缩小灯对我们来说很有用。没有，我就说它很危险。不，我没有跟他演。缩小灯啊，很多啦，就很多。可是我觉得缩小灯很危险呢。怎么样？你怕？不要说很小，你看杰克弄粗鲁的，哎，六太太要直接把我踩死的。而且缩小灯要另外一个人放，你才会变回来吧？对，要另外一个人放。对啊，如果他这是秘密怎么办？你就没办法回来了呢。所以就是要有我们自己同样的知己。你看自己照自己的话。胖虎跟阿福，我们两个就是说，我们来互玩，今天换成去干坏事就都 OK 啊。他们俩互玩，然后就把他们手电筒藏开，他们一辈子小小的这样。啊，这有点危险。故意骑摩托车把他们一样。啊，如果是你，你要什么？
我觉得任意门吧。任意门好棒哦。我任意门，那你想要去哪里？不是啊。你不觉得通勤是一件很烦的事情哦？ Oh, 对不对？对，在台北要塞车，东塞西塞。哦、oh, ，对对。我想在床上，哦，好累，上班了，这个，然后早，就直接上班了，这样子。是不是感觉很好？还是不是还蛮爽的？这是我们小时候的幻想嘛？对啊，不用再提了。对对对，反正也不可能嘛。对啊。哎、欸，那你有一整间的小叮当吗？一整间没有，我大部分都有收集他的公仔。哦、我连做完全阿福啊、静香他们整个人都有，整个人都有，整只人都有。那你小时候有幻想跟那个静香结婚吗？当然会啊！真的假的啦？我会啊！哎、欸，我小时候看，你会？欸、我看到那个既然跟那個阿福欺负那个时候，我很气、哦。我很气啊！大神被欺负，我很容易看卡通看到很气、哦，就是觉得那些小孩怎么那么。混蛋，真的，因为以前遇到同学欺负你的时候，你就會突然想到，干这人就好像啊，不是，好像是胖虎做的事情，哦、对、啊，然后就需要人家帮忙一些道具，然后这样子。你这么大一只还会被人家欺负、啊？我以前很矮小，我在小学的时候，以前小学被欺负的时候、哦，真的，尤其是女生先。对啊，你高的跟鬼一样，你没办法跟鬼一样，好吧？我也是女生哎、欸，高的跟什么一样这样子？什么？然后就是会踢你啊，干嘛？真的假的？你是不是从小到现在都在被霸凌？现在是还是有吗？现在还好啦。哦。小时候啊，小时候就胖胖的，然后他们都很容易欺负那个胖的。哦，对对对对对，女生都很容易欺负胖的，很多。他们都踢我，然后说胖子脸都好臭，流都好流汗都好臭。真的，真的。然后为了要吸引人家注意，然后这边去弄女生，来谈天带。我是没有，我真的是很自闭耶。真的、哦，你就爱画画、啊，然后就很臭，然后很胖，然后就好臭，好臭。可是你真的很臭、啊，真的蛮臭的。真的很臭、啊。开始大便，还怪我。以前谁管我？以前那么爱玩，流汗就进教室就不管了、啊。对啊，而且我在地上打滚，然后运动服都超脏。你为什么在地上打滚、啊？就觉得在地上很舒服、啊。你们都不会吗？你们以前小学都不会的。你不想说？不会。我倒，然后大家就趴着。你是怎样军事教育？我知道我已经长大了，哪一个严重吧？我家狗会这样，好恶心哦！就这样铁丝网，那就下去爬。那你最宅的东西是什么？你应该很宅，没有，应该猜超多的。我觉得我是比较偏机器的那种，钢弹，对啊，就买很多模型啊，干嘛的？那种就因为宅也很多种嘛，有那种军事宅，有那种美少女的，对，我就是钢弹嘛。小时候就真的买很多，哦、美少女戰士，你现在还有在买不是吗？现在比较没有，因为家里放不下。家里小小的，台北。你现在自己住啊？你公仔都放在家？没有啊，我对啊，就是没有。旧家就几乎都不买了，都不买哦。对啊，现在也知道买公仔是浪费钱的东西。也不是，一点点啊，不是因为它很容易积灰尵。对啊，对，你要有柜子，要不然就你要有胆子弄。而且没地方放是很大的问题。对啊，我连家里的那种。锅子什么东西都要叠上去，要弄的时候才拿下来用了，这样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就是放公仔。对啊，真的，公仔真的好麻烦。我也好多公仔哦，你有吗？我超爆多公仔，我有一个房间就上面全部都是公仔。你喜欢哪一种？我海贼王啊，海贼王，我收集超多海贼王公仔，超多。哇塞，海贼王的东西很难买，而且又贵，很贵是真的，真的很贵，好花钱哦。所以你们懂内我是正确的。对啊，而且他现在四档人物又出现了，是要抢，你说那个很黑的大只，又是星星呢。坐着懒得画，他想不到。哎，所以你有看海贼王？有，我在看啊，我爱看的，我都爱。你喜欢哪个角色？我喜欢罗。哦，最后罗很人气很高哎，人气很高，罗不是是大家说他们觉得最强的人物，在那个萨波出来之前，大家他是干嘛？他是可以切，他是医生，他是医生，然后他的能力是就是可以治好所有人，就是身上的假的，对对对，蛮屌，减肥可以吗？应该是可以，就是哎，把肉消一消，哎，然后就塑形。他就把你的核心肌群，然后就拉出来了，腹肌就直接拉出来。核心肌群，可以吗？那我想跟罗做朋友。就他说核心肌群，都不小心把你下面一个东西拉出来，马上变形没有了。啊！怎么长一个东西跑出来？没关系，他再帮我把胸部也拉出来，我可以接受。全部都弄掉。核心肌群，罗还蛮棒的，我觉得。吓到，还不错啦。好啦，我们来讨论第一题啊。只花5.25秒就破纪录，美青年奔雷手还原3×3魔术方块，我们看影片。5.25秒，这个不是很多吗？很多人都瞬间就把它解出来，啊、超强。他们都有一段时间先看，对不对？哇哇哇哇哇！
哦，他那个跟上次大鱼跟我们玩那个叠杯子一样有没有？哇塞，太屌了啦！他们真的是有个逻辑性，对不对？哇、哦，好恐怖哦！他们那个是有计算器的，对啊，就他有个规则可以解，然后他就先看，看了之后，然后开始转之后就赶快把他刚刚算的那个把它全部转。好强、哦！好扯哦！他是吉尼斯世界纪录吗？可能是吧，应该是吧，5:25，应该是没有人比他还快啦。真的，我觉得很强，因为我连一面啊、喔、都要弄很久很久。对啊，我怎么要一分钟？大概用5天吧。5天，我可能5个月都还没拼完。真的，我也生气，我真的会生气，而且已经一面弄好了，然后另外都没弄，就会舍不得把那面解开，你知道吗？你们不会吗？我没有，这是考验耐性，这个游戏真的是在考验耐性。我就不玩那种，玩到一半真的觉得很生气，很麻烦，玩这干什么？像我们这种这么吵这么皮的人，不是不行啊？对啊，就啊，那完了就全部静不下来，没有办法下来，啊，燥了。对，我都把它扭很怪，然后在桌上那滚，咔啦咔啦咔啦，算了算了。真的假的？真的啊，没有玩不起。我也不喜欢，超讨厌魔术方块。真的。再来，发现自娱点子，小黄狗先助跑再跳跃。我们来看一下荡秋千影片。哈，他自己在玩。哎呦！这上面是有一个什么东西？应该是给他咬了一个绳子。哎呦！哇塞，还蛮厉害的，是掉了一块肉，是不是？好像是。哎呀，快咬到，快咬到！自动变成腊肠，咬不腊肠狗，咬不下来，自动变腊肠。他不能想下，因为他懒得再跳了。他力量很大，他脖子好有力哦、喔，真的哎，都不会。他全螺旋转了。好笑哦！哎，这样子画面会让人家很误会，还以为人家在虐狗。对，人家在虐狗，然后把它掉下来，对啊，就危险。真的，好强哦！他这样荡一荡之后，然后下来，然后就跑回房间，然后把录影关掉，然后把影片传给动保说主人虐待我。现在狗会这样吗？才不会！诈骗那个狗总动员，诈领保险。哎，猫咪是不是也会？猫咪比较聪明吧？是吗？猫咪不是也会，就是有一个东西晃，它就跳上去，然后就会啊会啊。然后有的时候它养猫，有的时候手它的指甲会勾到，对，然后没办法下来，它就一直吊着。对啊，之前就有看那个吊扇的，就吊扇，就天花板那种吊扇，我看那影片，吊扇就是它旁边有那个类似须须还是干嘛，它就一直转，那猫一直看一直看一看，然后就不爽，然后就抓上去，抓上去手就勾到，然后它也没办法放，然后就。好像那个警报器，电风扇。对哦，对，哎，动物就动物好像都有时候就比较皮啊，对啊，自娱啊，所以我才不想养宠物啊。好，你没有养哦？我没养。那你喜欢吗？我喜欢啊，家里是禁食啊。哦，你跟家人住？对，我跟家人住。哦，对啊，像我家也是啦，就是很多他们，我家人一开始就不喜欢养。对啊，我妹就先斩后奏，直接拿回。对，真的都是这样，先做了，妈妈先做这样适应了。对，后来就家里的爸爸妈妈还蛮喜欢猫咪的。对啊，我也是先斩后奏。我觉得女生可以做这招，因为女爸爸都很爱自己的女儿。对啊。然后我就是故意养狗，然后养狗就丢在那时候男朋友家，然后每次一到假日，我就跟我爸说我要去我男朋友家玩狗了。然后我爸两个月之后受不了，他就说你把狗带回来，不要一天到晚跑男朋友家。哦，这可以耶，可以耶，而且那本来就是他的狗哎，对啊，哇塞，是不是厉害 ？OK， 这好这好，很跳吧？这好，可是也要小心，就是像我小时候就抽那种小鸡小鸭，抽在家里，然后就一门喂，然后喂到最后就不知道怎么养，然后就越变大只，很大一只这样子。然后你养公鸡哦？不是小鸡最大只能长这样吗？没有啊，它真的会长成一只鸡啊！真的假的？对啊，然后我奶奶就喂它鸡饲料，就真的变一只。哦，对，以前就上课都是喜欢说养，对啊，就做实验，对对对，什么蚕宝宝啊，哦对，蚕宝宝，过年就直接，真的假的？真的，你不会哭吗？不是我啊，不是我杀的啊，天，傻眼嘞。哎，难过。我爸没有蚕宝宝就比较可怜，变食物了。对，蚕宝宝怎么舍得啊？我又不是我，我一家出来就变汤了，我怎么知道啊？我觉得你还是不要养养狗。我就不养了，不养了。太恐怖，这样危险呢。没有，那是很久以前啊，鸡不一样，狗的话就
不可能，那个真的要报警啦，不可能啦，不可能。跟你讲，真的要报警。今天会说出我的代表就会了，不会啦，不会啦，对啊。好了，看一下下一个，教你轻松掏假波，超强大法写神器，网路疯传，看一下图片。超哎、欸，我跟你讲、哦，我国中是升学班，然后就是错一题要罚100下，一百次，我就是这样子写呢。我也是、啊，可是我们不是这样，我们也是都是用手这样像夹着就好了，像夹着、啊啊，以前都是这样，对啊，真的。我们这种年代的是这样夹，那这样绑这样。因为没有，有的会写不到，因为对，有的会写不掉，笔会乱跑。你需要有高有低这样。对对对对对对对，真的。很聪明啊，超聪明。从开始大家就会。而且我跟你讲，大家都会，还拿来泼。没有很多那种小小的东西没有写出来，就是你那样一张纸这样写，然后三行都长得差不多，老师一看就知道。知道。对啊。所以你要知道，你知道吗？你要把三张纸这样子。差一点点哦，是一次分在三张纸上，跟老师一定会说全部都再换再换再换，对，一直换位，换这么费力干什么？然后说哦，这个地方太整齐了，这个地方先单手写这样。可是我跟你讲，就是你还是专心考100分，就不要想这么多了。没有，当初会有那种学生很懒啊，就说我付你钱。对啊，这是真的。而且比较机车的老师会刁难，叫你写就写啊，真的。对啊，没还有就说，我不想写哦，给你50块帮我写，好啊。我小时候这么有钱哦，就是没钱才要做这种事，什么有钱？所以你是帮忙人家罚写那个？对啊，收五十块，狂写、哦，真的假的？但是有狂写字，我一天可以写一支笔耶。能不能证明你是一直写？来，你写个字，看不漂不漂亮就知道了。好，对对对，现在要写，下个时间再写好不好？突然有被老师叫罚写的感觉。嗯，看一下下一个台语版的《七龙珠》，看一下影片。哇、哦，好卷。这是博森吗？不知道哎，没有洗。细汉时就算够卡厉害，嘛袂后悔，无惧先人意，有将军刀分送给我。阿公留予我的娘子有4辆车，都是行无我顶关彼辆子。那是地球上的人类全往事，人替我你免惊吓，为生命来许愿就无问题。啥人？那是啥人？哈哈哈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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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今天开台要回去唱这首歌。对啊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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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好屌、喔！好屌、喔！不是来嘛？他真的太酷了，我觉得他真的好酷、喔、哦。台语开符合里面的影片的故事，我觉得还蛮屌的、啊。对啊，不是很来嘛？廖哥，你找他来啦。他唱歌很好听，然后改的词都好顺。他是你朋友？不认识。不认识，因为我们节目常报道他。我在网络上常看他的东西啊，我是他的粉丝、啊，所以他是隐藏人物是不是？没有啊，他有上康熙、啊他有上康熙，来这边节目还没上过就对了，没有、啊，没，反正我们那个仙界大师都来了，他应该也可以来，真的，对啊，找他来嘛。好嘛，来改歌王哎、欸，真的、啊，可以叫他改一首歌啦、啊欸，还没有放。你即兴 OK 吗？我即兴还好，真的、哦。对，即兴还好。比如说，要你现在讲你今天的心情，然后用即兴的方法，然后用那个我最常用的是什么？啊，那个是什么？张帝的歌是什么？这位先生实在了不起，今天我来到来，哎，你看我真的想不出来，我一听的就会想到大哥，心情又不太好。超级霸凌，连你都讨厌大哥了，你在这个节目上没有，只是想说，没有想说，每次节目都顺顺的时候，他就开始哎，我想说。
其实会被打乱。对啊，没有。整个节目已经因为大哥的年龄，把整个收视率都变老了，然后又因为大哥一直唱这个黄体鸟，又更老了，又更老了。到底这节目要？对，台哥还在配合大哥，谢谢你，我在旁边这样。上完再叫我，搞的节目现在变成神仙老虎狗，网络直播是很赶的，你知道吗？真的，上次出外景，然后遇到他们，然后台哥也在旁边，谢谢你，然后我就想跟他说，弟弟菜刀贵。没有没有，我们也不要这样讲，他们这已经待人在那种地方待久了，对，也是啊，他们那一套搞笑，对。再来下一个是 GTA 5网友自制的鲸鱼模组，我们看一下影片。鲸鱼，哎呦。哎，真的有！我今天金鱼模组啊，我今天还有看一个金鱼，我今天还有看一个，还有人物是公鸡的，我有看那抢车，还抢车，有点夸张啊！这个我就不知道是干嘛的，为什么？我不知道干什么啦！哎，现在有点触犯到那个动物保护法，已经触犯到了，是啊，太酷了，哎呦，夸张了啦，太白痴了！这只金鱼还可以使用天照。好好笑！为什么可以创这个模组？我也想创一个。哎呦！哎，我就抢劫，我就用这个把坏人阻挡起来就好了。哎，这是不是有外挂程式啊？这就是因为 PC 版很容易就哦 ，PC 版改东改西，因为主机不好，主机不好改，电脑很容易被人家改档案，跟你换东西。好好笑哦！请问最好吃？这个游戏真的太逗了，欸，真的很有事哎，很可爱哎，哈哈哈哈哈哈，这是在干什么啦？在干嘛？在干什么啦？我觉得鸡的也好好吃啊，真的，鸡的它就是一只鸡，一只鸡一直跑，一直跑，一直跑，还可以抢，还拿枪，还拿枪哦，然后在那边杀人，超好笑的，有点恶心，这样子虐待这只金鱼，真的，为什么要金鱼啊？我真的不懂，它怎么弄的？这是一个生物哎，不要这样砸好不好？你弄一只大鸡腿也好嘛。我觉得很蛮夸张哎，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哎，这是有外挂程式，我想要玩，就是它应该可以改一些东西。对，网友赶快po上，网友赶快有的人赶快po上来。没有，可是那种其实有一些有蛮恐怖的，因为你可能改，可能游戏会坏掉。哦，对，就跟手机一样，对啊，对啊，就宕机。对啊，所以还是那个啦，还是这样也不好。你有在玩 GTA 吗？有啊，我在玩啊，有。你有在玩？有啊，有。你玩电脑版吗？电脑版还没有，我就玩那个电动的 TV game， 对 TV game。哦，你可以玩一下啊，最近大家都在疯 PC 版。PC 版的吗？有啊，我们不是也要玩吗？啊，对。今天有时间会玩啊，对啊，还是要看时间够不够。没错。是的，没有错。接下来就是我们要来跟大家介绍一些宅物了。然后首先第一个这个宅物，我一直很想要买。哦，真的，因为我觉得有一次我去外面拍片，然后我就看摄影师就拿一个正方形的小东西一直粘在各个地方，然后我就说你在拍什么，我说那是什么，他就说那是一个摄影机，就跟 GoPro 一样这么小啊。对，就这么小一个，我们先看一下影片。好好啊，是不是很小啊？它就是一个微型的摄影机，然后你可以很轻松的拍出一些影片啊，然后自拍片啊。胶吗？它可以粘？它可能有一个磁铁在里面啊，我觉得，就它里面可能有一个磁片啊，磁铁的片，或者是一些粘胶，我猜。画质好吗？它看起来画质好像不太好。没有，它手机预览的画质都不会太好。哦，它是300万画像素，输出的影片就也不会太。然后它很方便的是，它可以透过蓝牙跟手机去做连接，那你就可以随时，比如说你摆着，然后你就可以走到哪里拍到哪里，我觉得很方便。还蛮酷的。很酷啊。然后他们就可以拍照。对啊，好酷哦，是不是很酷？这应该不便宜啦。
它现在目前是2840元的台币，非常便宜。2840个吗？四个2840，一个吧，一个两千，哦，那2840很便宜呢。你去比较 GoPro 哈 ，GoPro 一台都要10000多，对吧？然后它又是广角的，有没有？它是一个那个微型的摄影机，那你可以轻松的拍出你自己想要的影片。操作的方法就是你可以把它随时贴在一些有吸力的地方，或者你自己也可以就是弄一个那个贴的，然后贴在后面。那它是透过蓝牙跟手机进行串联，那你这样就可以随时随地想要拍什么就拍什么。真的，哎，你想一下，你看2000多块，你把它放在车子里面也是行车记录。对啊，哎，对哈，是不是？它会浪费电。啊，行车记录器也要电啊。啊，对啊，对啊，都是要。它这个是蓝牙接触跟手机，我觉得这样的话。女生会买啦，我们想说手机也会耗电。对对对对对对对，这种女生应该是会买啦。可能买了就也不是常常都带出去啦，可能出去玩还是干嘛的时候会要用的时候。除非是玩极限运动啊，对啊，对极限运动就可能就。因为我最近一直想要买 GoPro。我也是。对啊，我超想买 GoPro， 然后我们出去玩啊什么就可以拍。然后那个摄影师就介绍我这个，他说最近他又要出一个再更大的，比如说好像是1600万画素吧。哎呦。对，可是他这个东西有一点像，就是他是一个制造商，那他现在在集资，因为我是上他的网站。还在募资。对，他在募资，然后就是你先给他钱，然后等他收集完这些钱，他就去做这件事情，然后他会先把那个有募资的、有投资的这些人先寄给你。现在这种集资还蛮流行的，就是微投资的感觉。对啊，就是你可能先，你可能他虽然他可能会说，他们上市之后可能一台会卖可能3500好了。嗯。可是那如果你在前面就已经有给他，比如说帮忙他，比如说1000或者是2000，他可能就是他们真的成功计划成功的话，就会给你一台，那你就可以拿到比市价上更便宜的，市面上更便宜的。对对对对对。我觉得挺好的。但是他们那种也有可能就是说，哦，他们最后没积到什么，干嘛没，可能就退你钱或者是退一部分，总之就是一小小的那种，对啦，类似投资。对啊，我觉得还蛮好的啊。对啊，还不错啊。对啊，而且可爱啦，外形有点可爱，我觉得。没错，小印章、啊。是的，下一个给你念。好，它是 Airwell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字卡。好，字卡。Airwell 口香糖啊，制品。啊，是轮子，轮子。哦，这个我知道，你也知道，这个好屌，真的。我那天看那个谁 Kid 的。哦、他买了一台，真的、啊，他买了一台自平衡单轮电动旋风车，旋风车，他的那规格就不念啊，他好了，他充电的，然后1小时到1小时半就好，然后时速有18到25，约17500台币，他是一台电动独轮车，国外已经非常风靡，是好玩哎、欸，然后什么极限运动的户外，爱好者以及户外活动啊，也开始玩起这酷炫玩意。只要你踩在上面上就能行走，充饱电旋风车可以让你到处啪啪叫，而且它像单轮嘛，你会觉得会倒，对不对？其实不会，它很稳，很稳，很稳。哦，因为你离地很近，对啊，脚其实离地蛮近的啦。好酷哦，好帅。那它要怎么控制动或不动？前进后退之类的。对啊，是脚这样子吗？应该是踩的。踩的那个方向是不是？可是你要踩在上面，然后把骨好恐怖哦。我觉得这种一定会设计，比如说你的倾斜到某个角度的时候，它就会就是停住啊，要停啊，不然你一直往后冲，谁受得了？就是他都不用停的啊，你就跳车啊，他这要怎么停？他停就是往旁边跳。或者是往中间夹什么之类，它应该有一个操作。一定有啦，一定有啦。对，科技更发达了，去真的。这个还蛮帅，我上次去那个棚内录影嘛，然后我就低头，因为我去上厕所，我就低头在玩手机，玩一玩，然后就突然有个影子这样咻过去，然后这样。我是见鬼，然后再往后看就是一个摄影大哥，他就踩在那上面，他就这样咻这样过去，跟拍鬼片没两样哎。他可以侧着坐，然后这样，然后就滑过去，这样不稳呐，这样会不稳呐，对对对对。很帅，可是你会想玩玩看吗？我还好哎，偶尔玩，因为我比较少，因为我比较少从事户外活动，我买的可能绝大部分时间也都放在家。啊，对对对对。可是如果我觉得你是在那种办公的地方，然后你的那个楼很大。对，那你常常要在里面走来走去，我觉得这个在室内感觉还不错。对，像那个去那个 Costco 里面的工作人员，他们可能就可以这样滑下去，真的帮助人。还有那个十七棍，小姐，你的满面包奶呢？真的，而且还加那种弹跳装置，哦，上面那格嘛，砰，弹跳。放我下来！太夸张了，放我下来！夸张，太夸张了，夸张了啊！这白痴！哎，对啊，终于
星驰香神看待的。香神，那就你的 bagel 了，掉下来了，超危险。哎，那进去要先考执照，你要做一些特别的训练。每个再背一个降落伞，不然弹到三楼还拉伞跳下来，超危险。有钱的公司才会出这种东西，真的啦。好，再下一个应该还蛮多人在一些网络上已经看过，它是那个控制飞翔的 Angry Bird，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字卡介绍。它这个大概台币850就有了，然后它就跟一般的那个遥控的气球玩具是一样的，然后它可以飞在那个空中，透过精准的重量配置，可以让这个愤怒鸟气球呢不会一放手就飞得老远，你可以那个控制它，轻松让它在空中的游走，或者是呢可以准确地撞击目标。我们来看一下，它有影片吗？好的。哦，家里有个 Angry Bird。这种气球以前不是流行，有啊，对啊，就有一阵子流行。那种鱼的，鱼的，鱼的，现在只是给它改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哎呦 ！To make your Angry Birds fly forward, press back and forth, right and left on this button.好酷哦！对，这个很特别，是我们的那个麦卡贝越来越厉害，就是我们把它直接引进到我们的那个棚里面，然后真的吗？真的，真的。等一下，来让大家看看。你已经开了吗？好，你已经开了。好屌，可爱。超屌，我觉得它超可爱的。耶、yeah, ！我们今天现场也邀请了 Angry Bird 本人来到现场，他就是真的是飘在空中，他在一直飘。对，然后他有一个这个遥控器，有没有遥控器啊？你就可以轻松的操作，有没有？他是利用前面这个重量去往下降，对，然后有没有？这样子啊，这个是左右是可以前进，对对对对，甩尾巴往下滑，往下游，有没有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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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给你们操作一下，不像 Angry Bird 是怪怪的，是 Angry Fish 吧？ Angry Fish， 哎呦，来来喽，来喽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然后之前我很想把它控制，用它的屁股扇你巴掌了。之前你来扇一下，快来扇一下，扇一下，扇一下，快！我好想打你，让我我怎么到？哎，之前网络上就有人用这个告白啊。哦，真的假的？对，就是有工作有那个 OL， 就是上班上一半，就有那个工作人员，就是他想要跟他求婚，就在上面贴一个纸条，然后就请他嫁给他这样子，很酥很帅。所以今天我也就是要跟那个廖哥告白，然后等一下廖哥就会透过那个我的纸条看到我跟他讲。你要跟廖哥告白？廖哥嘞？哎，可以就是控制他，让他先下来。他好像没电了，这位。真的假的？他正在闪。他不是在闪吗？我怎么按他都不会有反应的。他没电了，没电了，是不是？这 Costco 电源就像挂在上面。真的没电了吗？真的、啊。不能按啊。真的假的啦？坏掉了，坏掉好了。我来假装你在控制，我帮你控制他好了，好不好？控制。我假装就是。啊，你要让我的纸条不可以掉下来。好好好。来，我现在要跟廖哥告白哦！来，往前，往前，前，往前，往前哦！甩一下尾巴哈、哦，来哦，来哦！哎，一个蹲下，你要他蹲下啊！他也，你要让他蹲下。一个蹲下，一个 move。move 哪边啊？这怎么 move？ 一个 wave。一个直冲。廖哥在哪？廖哥在一号，你要一号机给他看那个。廖哥假赛哦，要不要假赛？廖哥，假赛哦，廖哥。哎、欸，我觉得这超可爱，可是我会没电，好可惜哦。就刚好电池没电了。对啊，廖哥，你可不可以？这个是不是充电的啊？哎、欸，把这种东西下来，结果遥控里面都没有电、欸。它的重量真的很酷哎，你粘一张纸，它就、有电池是。你粘一张纸，它就往下了，很弱呢，没有纸就往下，很酷哎。有电池吗？因为你看它这个。干嘛？这个是电池吗？哎、欸，这在户外是不是不能放？遇到高温会被爆炸，有可能哦。那个这是电池吗？没有，是那个小朋友会直接拿石头把它砸破。这个吧，这个是不是去充？这个不能给小朋友玩，小朋友玩了会把它弄破。要那个先重开，重开把它这个重开，让它。好，麦卡贝节目先休息我们重开一下。鱼儿鱼儿，好，重开了，你试试看可不可以？啥瑕疵品？哪有瑕疵品的啦？来等等，不行啦，我觉得这
这只鱼好像已经钓上来一段时间了，我觉得它不行了，我觉得它不行了。可是就是还蛮可爱的一个小鱼。对啊，是可爱啊，在家里玩。对啊，不能到外面玩啊。我之前有看一个影片，很好笑，就是他们的那个，他们也买了一只，就之前是遥控鱼，对，它是一只鱼啊，这个也很像鱼嘛，它之前是鱼，然后它在家里飞来飞去，结果他们有一天在也是在家里，后来那个鱼就不见了。哎，你看，你看，哎，人家控制的怡然自如，你呢？干嘛？我又没有这个执照。要往下冲，对啊，对啊，为什么每次要学会这种东西啊？对啊，哎，超卡哇伊的呢，哦，哎，又不动了，哎呦，哎呦，我觉得这个有点难控制，因为它是只是前后，没有，我觉得刚好可能我们摄影棚有那个冷气在吹，哦，对，有可能，它是要躲起来，它卡住了。没有，那边应该有人在喂饲料，要不然他干嘛一直装的？他是有点自闭，包括隐形，跟那种黑的水族箱的鱼差不多，哪住啊？动都自闭。没有，没讲完。那个时候就是有人养买那个鱼的，然后就他们就被偷，他说被偷走，后来他就是去看那个摄影机监视，你看也是谁偷的这样子，就看到他们全家在看电视，然后那鱼就从后面这样。自己飞，然后刚好到门口，然后就飞出去这样，因为他们是一楼店面，哦，然后就直接这样飞出去，自己飞出去，所以没有人偷，没有人偷，他自己游走了，还蛮好笑的，奔向自由。哎，欸，我们工作也很那个，对，欸，不好意思啊，我们差不多开始录影了，对啊，他完全一个卡住，哎，欸，玩，他可能还是要一些在那种，就是像我们的摄影棚里面有凹凸啊，他可能要在那种平面的那种，对，可能撞到往下一点。哎，哦，有，有个律动感，有，厉害，很新，调频，他累了，这接触不良，没有，有猎人来了，他在装死，嗯，有，好强哦，我头有点晕哦，有点晕，重心不是很稳，有点想吐哦，他一直往下掉，哎，好强哦，哦。为什么一直听到起重机的声音啊？对啊，哎，欸，好厉害！我刚吓呆，丢了一下。哎，欸，好厉害啊，其实。哎，欸，他控制很好，哎。哦，有练过，哎。来，哎。啊，到啦！奇怪呢，无大无小，怎么在那录音呢？你在算？可爱的，好不好？那个，这个应该是在一些那种露天拍卖啊，或者是一些网络上啊，网络上都容易买到。对啊，喜欢的人可以去买一下。啊，嗯，也不算太贵啦，几百块。刚刚那个我们的那个鲶鱼哥好像一拍好像坏了。有吗？好像东西喷出去，不知道什么。啊，他被我吓到，他喷死了。那你看你自己动，他们就修他的水。啊，就橡皮擦啦，是橡皮擦。哦，不知道什么。他没坏啊。他没坏。再好，不要动。好啊，那因为我们下一趴来了一个非常厉害的达人，根本就是专家。专家。对，因为他是射击达人，听说就是他把苹果放在你的头上，他闭眼睛就可以射成功。夸张了啦，真的夸张。来，等一下你去试。没有，我们已经就下一趴，我眼睛瞎了。我们已经派好那个英雄要做这件动作。谁？廖哥，他等一下，他等一下是直接把苹果咬在嘴巴这样。哇塞！对啊，哎，赵正平不是赵正平，赵又廷。赵哥，对不起，赵哥，对不起，赵又廷，他在康熙上面就是直接咬一支笔哦，这样子咬着，让他直接过去。好危险！这种事只有帅哥可以做，就是我们廖哥。哦，真的，哪位贵哥？廖哥，廖哥，等一下咬一颗。有没有投保？廖哥，咬一颗电灯泡。有投保吧？没打中就打他一巴掌。好，那我们要休息5分钟，等一下马上回来。没错。